那么这款要进行封测的时空之门，不知道未来会不会再改名字啦？一样是赛博朋克啊！刚刚看那个造型是长得很帅的哦。我弄个随便一个名称啦，放肆类型的，好像做得还不错诶。而且他刚刚有挨了一声，织田信长吗？早看到天下布武，都让我感觉是织田信长。神圣审判，是谁啊？真的哦。好秀，开始每一个人都秀他的大招了啊！等着毁灭，而且还可以跳过。我想说大招看一看吧，这种黄金组合一般平民很少，在前期就会可以达到的。哦，这个是赵云，恶魔之影。啊，果然是织田信长。然后这是雅典娜，雅典娜好大哦，雅典娜T0角等级的啊，从他穿的布料就知道，越少的布料强度越高，他就复活哎。那个貌似真德的妹子啊，她会自己复活哎，破云之枪。这场战斗他打了快2分钟了哦，快结束了，还不到2分钟呢。组成部分，通关第一章，进行闯关。他怎么又重复领奖励啊？这教学好像也不太行哎。哦，有女娲哎，来啊，转蛋了啊！这有推荐阵容，没办法点。哎呦，肖邦，他怎么所有名人他都混进去，是不是？继续进行战斗，还算是不错啦。以放置挂件类型来讲，而且他又有语音呢。前几个月出的放置挂机类型游戏实在是没有一个好玩的，都觉得不怎么样，普普通通。这款有一些香度啦，还可以哦。英雄升级，组成部分，回到组成就是拿来解任务而已吧。好啦。现在还是一倍速，它可以跳过战斗。还可以自动继续进行挑战呢，自动继续进行挑战那个，刚刚他的条件什么？我刚刚有看错吗？什么要通关第十章？待会再看一下好了。通关第四章了哎，虽然第十章也不就是打10关而已嘛。正田幸村也来了，好啦，这不奇怪啊，都有织田信长了。VIP 一就可以跳过战斗哎，或者是达到什么15级战户等级吧。那你要看一下手厨他送的好不好啊？他送的好的时候，你再会氪，不知道氪一个手厨能不能到 VIP 一哦？快速训练了，好啦。那这教学什么时候停止啊？有点长了，而且这些教学啊，都不会让我再多增加一位角色。又在提升了，这是第二次提升了。然后继续进行闯关，如此重复。哦，全部秒杀哎！好，谁啊？那个男生。单体攻击的男生啊，扣分。对面那妹子好像不错哦，她后面那是翅膀吗？还是浮游炮？翅膀吧。
哇，这数字好高啊！你不要告诉我他是手术脚哎，这样子我会哭死哎、欸。哦，好像不是，幸好。不要吓我啊！因为这个时候，通常你在推关卡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人物的时候，他容易就被导到手术那边去了。快速装备，然后呢，通关第八章，我的战斗可以加速了吗？一键上阵，我怎么莫名其妙多一位角色出来啊？看一下，不用啊，就集中强化这一位角色就好了啊。这位角色叫什么名字啊？集中强化他就好了啊，他可以直接全部秒杀哎、欸。哦，克利奥佩托拉，任他布料就好了。美杜莎、哦，哇，他也是群体攻击的哎、欸。这游戏说有送千抽啊，那我们最重要的是看他一天究竟送了几抽。第二天送谁？第二天送个妹子哎、欸。女娲。看一下哦，都好了是不是？没有再教了哈、哦，我们先看一下手厨，右上方，每日手厨，咦，是什么鬼啊？靠呀，你连角色都没有，你好坑哦！这是哪个游戏上爱啃啊？好坑哦！你这送个角色应该不会怎么样吧？好烂的手厨哦！哦，是这个啦，是吗？哎，这个手镯有送哎，巴顿、真田幸村还有但丁哦。物理输出持续爆发，群体的吗？哦，单体攻击啊，攻击无40%防御，这是好用吗？但是他妹子哎，看起来不错啦，那你自选，垒除阵理，怎么办？这厨子要$3了，好贵哦。没有0.99那个，哎有啦，这里有0.99，请你一包。VIP 我除一个要60啊 ,60 经验值。那就这个就行了吧，我有 Google Play 余额 90, 可以扣吧。免费的诶。这个就是我过往的厨子累积给我的点数，好不好？看我真的是好人好事的代表 ,VIP 已经提升了哦。跟你说啦，我 VIP 已经提升了。像我这样子一直做好事，真田幸村有没有特别强？我很想换那个妹子哎，不为什么，因为她是女的，我想换她，没有说她特别强哦。那背包就这个嘛，对不对？真田幸村她有特别强吗？唉，留着吧，我看一下其他地方好了，好不好？因为她那个还是有属性，如果我的属性真田幸村是适合进来的话，那就换真田幸村也无所谓。我讲来讲了又讲，反正我就是那两位啊。另外那一位叫什么名字啊？巴顿，巴顿就算了吧。哎，韩信礼包哎。哎，我刚刚手足应该除这个才对啊，这个有算个韩信呢，是不是？而且还有一个身心礼，再送一个哎。那我出错了嘛，我应该买这个才对啊，没关系，我 Google Play 的余额30用下去好不好？这样子我又多了一个韩信大将军啊，又拿到一位角色了。这样子我那个英雄自选的话就不用记得用了，升级韩信进阶。好了，我们看一下其他地方吧。千抽啦，这个一样有3次10连抽，自选一组啊。诶，这个妹子谁啊？爱因斯坦欸，可以啊、哦。服部半藏不纳入考虑。这第一个是河马，河马是谁啊？这个河马我不认识啦，烘焙网的东河马我就认识了。好啦，那就爱因斯坦好了。这妹子长好可爱哟、哦。开一场战斗就差不多了，要杀青了、哦。我现在目前属性你看一下，我都是红色属性是比较多的、哦，对不对？
如果未来也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应该就换真田幸村了，好不好？唰唰唰唰唰，可以跳过了，可以跳过了，太好了。那本期影片就到这里吧，大家拜拜。